公所清洁队员早就消毒药水，进行专校消毒工作。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洗手？学校召集所有学生，在一处进行卫生教育，教学生如何预防肠病毒。洗手就可以洗干净啊！哈，来搓一搓，老师给老板来。幼稚园的孩童加强洗手教育，其他学生都每天清洁教室，同时进行消毒的工作。为什么要擦？消毒。消毒。为什么要消毒？怕生病，可以减少病毒的传染。那你知道怎么预防肠病毒吗？勤洗手。还有呢？还有少乱吃东西。会如此费尽气力做好卫生保健，主要就是仁爱乡春阳国小，甲仁爱国小同时传出肠病毒疫情，两间学校总共有8位幼稚园的孩童破病，校方宣布停课，全面启动防疫措施。目前就是住院的小朋友就是2位，其他就是在家自主管理这样。每天会有老师打电话关心监控。就回报说诊所说这个确定是肠病毒，认为说可能会有一些群聚的现象，然后我们就在礼拜二的时候就决议，就是让小朋友们大班的小朋友幼儿园的大班小朋友呢停课。那我们立即启动了我们的一个通报系统，那也请我们乡公所的清洁队那尽速在我们仁爱国小跟春阳国小以及这两个村来进行消毒的一个杀菌的工作。因为两间学校8位学生拢是住伫春阳，引起社区居民高度重视。除了加强防疫，嘛希望卫生单位会当尽速查明原因，甲是如何被传染的。也找不出这个源头出来，所以有卫生单位来的话是最好，就是说可以去来针对那个有病发的同学来去做采样，来去化验。担心啊，有。都有消毒，要注意卫生啊！对啊，我说在学校不要随便，做什么这样啊！如果说感冒的话，赶快去治疗，跟那样讲啊。另外，翠峦部落嘛传出七位翠峦分校学生，甲一位传媒技术感染痢疾，居民怀疑是饮用水源遭受污染所造成。他们传说是痢疾，现在有确定是痢疾？目前还没有。不舒服的小朋友有做检体的采验目前采验的话报告还没出来如果报告出来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会通知村民这样。那这一次发生这一个状况，是不是因为水源？那我们可能还要再进一步去了解。那要就是他们自己接的水，他们的水源是不是有问题？那个还要进一步厘清。两个部落同时发生传染病疫情，和公所甲卫生单位是非常重视。除了加强防疫工作，嘛继续进行追踪，希望找出传染病发生的真正原因。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